概念篇，信任是社群核心，流量是社群终局，社群是企业最贵的资产。社群是企业最贵的资产，怎么理解？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品牌是最贵的东西，其实不是。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了客户、用户，那这个企业就成了一个空壳子，即使产品再流，抓不到用户，那也是没有用的。在创造客户这一方面，无论如何都要抓住企业的目标。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先生说过，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客户。具体来讲的话，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客户价值，基于客户需求提出价值需求这一主张，然后提供产品来满足这种需求，提供这种解决方案来满足用户需求，这样的企业的目的才能真正实现。至于利润，它其实是一个副产品。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就严格前瞻性来讲的话，马上就要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里，互联网企业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认为互联网企业现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链接客户、创造客户。所谓链接客户，其实就是社群，就是把用户放在一起，建立链接关系，这就是社群的概念。那产品服务呢？它的用户链接是什么？一个工具，或者说一个点。社群的这些文化符号逐渐打造之后，形成了用户群的特征和画像。企业通过产品把用户链接起来，然后打造出高质量的用户价值，顺便赚到了钱，这是互联网企业的本质，跟传统企业有很大不同。传统企业其实还是一种产品思维，通过创造产品价值来满足客户需求。很多传统企业在积累用户这一方面的方法和思维还不够。虽然一直讲客户价值，但真正落地还是从产品角度、生产角度来做市场。这样在互联网时代其实是没有市场的。腾讯的五个创始人之一曾李青先生对互联网公司有一个估值公式，叫曾李青公式。互联网公司有很多估值方法，不同于常用的市盈率、市销率等估值方式，它是用一个接近互联网本质的思维对互联网公司估值。这个估值的方式公式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公司的估值有四个因素构成，一个因素是 K 翻译成中文就是变现因子。互联网企业能不能进行很好的变现，赚到钱，这是第一位的。如果一个企业赚不到钱，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第二点是 P 讲的是溢价率系数，取决于企业所处的行业地位，这个很关键。就像做投资一样，投的是前三位，后面的企业就不可能再投了。虽然赚到钱了，但所在的行业地位是落后的，我们可能也不会看好，因为本身的竞争力在行业当中不存在，所以在这个因素上会重点考虑。另外两个估值的因素，一个是 AIM 讲的其实就是用户数量，第二个是 R 是用户距离。我们评价一个互联网公司特别看重的就是这个公司到底有多少用户，微信有7-8亿个用户量，这个用户量代表了公司的实力、能量。第二个是用户距离，虽然有大量用户，但是如果跟用户之间的链接关系和距离太长也不行，因为用户距离决定了能不能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用户价值的满足。通过互联网公司的估值方法得到一点，就是我们要做社群。社群可以把很多人、很多用户连在一起。第二个，社群和用户间的距离。社群建立之后，作为平台来讲，和用户之间的距离会变得非常近，满足用户一些需求时，成本就非常低，效率就会非常高。
这是互联网公司估值方法带来的启发。所以做社群这个事情，从估值上来讲是有科学性的。互联网公司做的是什么？是流量。无论做淘宝还是做社交共享经济，哪怕是做微商，其实本质上都是在抢占流量。如果公司没有流量，那么这个公司可能在入口处就失去了竞争的优势。流量到底是什么？流量的本质是用户的入口，非常优质的流量入口通常表现为几点。第一个，用户尽可能精准，因为精准才能转化。第二点，用户规模要足够大，用户量大，人多才是生意的根本。中国目前为什么经济发展迅猛，就是因为人口的红利，有14亿人口，这就代表了市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规模。第三个是什么？好的流量付费能力一定要强，此时要积累大量的人，但这些人如果没有钱支付，这就是变现的问题。还有决策要快，只在购买东西满足用户群消费需求时，决策一定要快。除此之外，距离要短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跟用户之间不要有好高骛远的状态，大家遥遥相望，这样肯定不行。社群要具备这些因素，因为社群是通过一种共同价值观，基于共同需求聚在一起的一些人，而且社群人之间可以产生很大的裂变效应，可以增大规模。同时，社群通过长时间互动而形成一种信任关系，有了信任关系之后，付费可能就会转化的快一些。而且社群跟用户之间的距离短，决策的时候就会比较快。这是流量的本质，所以社群做流量的优势就会慢慢体现出来。而且大量报道、专家分享都在告诉我们，在2017年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社群营销、变现、商业化都会是重点关注的对象。传统意义上，企业分为两种，一种叫品牌商，一种叫渠道商。渠道商和品牌商目前都遇到了问题，业绩的下滑一直下滑，尤其是传统企业，所以总会看到一些报道说又有很多企业倒闭了，很多品牌比如家乐福，包括沃尔玛都在撤店，麦当劳也开始抽出一部分的中国业务，甚至包括柯达、诺基亚等一些品牌商都在渐渐的销声匿迹。这说明什么？遇到一些竞争压力，严格来讲是业绩下滑所带来的经营成本入不敷出，所以只能关门大吉。基于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这个痛点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互联网企业转型。现在的传统互联网企业也在面临生意越来越难做，赚的钱越来越少等问题。这是整个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是成本压力和品牌商提供的产品属性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导致的。品牌商和渠道之间的竞争究竟在哪里？用户需求在升级，而品牌商所提供的产品属性没有满足消费者，这就导致了需求升级和产品落后产生的矛盾不匹配。比如原来生产一个东西，在那个供不应求的时代，只要能生产出东西来就可以卖，可现在是供大于求的时代，买东西会货比三家，所以消费升级所带来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个变化对于企业来讲，如果没有抓住它，就会导致业绩下滑。对于渠道来讲，不仅仅是成本问题，因为有很多年轻用户购买东西很少去商场，因为在电商平台上可能已经产生了购买行为和习惯，导致不再去线下购买。所以消费决策路径在发生变化，渠道商没有很好的抓住消费决策的变化，才会导致业绩下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痛点？第一个，实现产品内容化，就是我们平时卖东西还要把产品的功能属性不断形成内容，
以多媒体的形式呈现在用户眼前，甚至加上声音，让用户听到、看到、感觉到，甚至联想到。第二个，内容人格化。很多互联网公司喜欢把自己的公司设计得非常有调性，公司命名、公司 logo、 吉祥物都有非常接近生命元素的生命属性的元素在里面。天猫做成猫的形状，这些小动物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就会跟它产生一种亲密感，这就是内容的人格化正在创造。对于企业来讲，企业最大的价值利益是什么？是创造客户。对于渠道商来讲，最近的就是客户跟客户之间的关系，距离非常近，非常亲密，这是渠道商所具备的巨大优势。原来做家电销售的渠道管理师，手上大量的客户资料，但没有把它们串成一串，没有激活它，以至于不断的烧钱做广告、做促销，然后成交之后就不再联系，没有形成社群。社群一定是长期互动，保持频次和关系才是社群。所以对于渠道商来讲，第一步要把客户社群化，然后长期互动，产生链接，产生信任感，把社群当成产品来运营。但对于渠道商来讲，产品不是简单的门店，而是这些客户，是这些社群。客户群或叫用户群，用户社群，把社群当作产品来经营，如何把社群当作产品运营？第一个结论就是，在新时代做运营时，原来传统的经营思维是以产品为中心，而现在是以客户群为中心。第二是有了用户群的商业模式，自然社群会运营起来。第三个是用户量决定互联网的平台估值，用户量越大越好，因为用户量本身有一个乘积效应，用户量越多，平台本身的价值就越大。第四个结论是，用户链接建立后，社群价值就会翻倍，以前流量流走了没有留下来，现在有了社群之后，可以把用户沉淀下来，然后用用户之间产生链接关系，产生化学反应，产生裂变。这种指数级的翻倍是我们非常看重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做社群的活跃度非常高的流量平台，虽然用户量不特别大，但它的估值非常高，恰恰就是得益于用户之间的链接关系所产生的指数级的裂变效应所带来的价值翻倍。所以这就是社群给我们带来的巨大魅力。社群的三大战略及实践。关于社群运营的一些方法，关于社群运营的三大战略及实践。社群的运营其实受限于运营环境，在和平指数非常高、稳定指数非常高的时候，做社群其实是有难度的。在社群稳定数比较低的时候，会出现大量的社群。其实这暗含三个规则。第一个规则是时间上能不能实现家庭、工作单位和社群的时间的聚合。第二个是当时的现状是否产生大量的冲突。第三个是有没有这种价值观和牵引。所以社群的战略其实就是时间和冲突以及价值观的一种东西，形成运营社群的基本东西。关于实战，其实就是扩大三个社群的重合度，家庭、工作单位和运营社群时间上的重合度。如果不能实现时间上的重合度，对运营社群可能会有很大障碍。所以我们坚持的原则是建立一个对我们的家庭、工作、营收有帮助的社群。如果做不到这个原则，社群可能就会遇到家庭和工作时间的牵制，会有压力。怎么去设计这样一个价值点？首先要想到社群里面有没有家的温暖和感情。
能不能让用户家人参与进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做这样的社群能不能给用户带来价值，尤其是商业价值。也就是说，通过在社群里的参与感，能不能带来实际的营收、合作、利益。没有这一点的话，用户很难在这个社群里持久的待下去，持久的花时间。这是价值点设计的两个原则，就是要在社群里面找到家的温暖和商业价值。参与感的设计就是做每一次的社群，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活动时，让用户家人和同事小伙伴也参与到社群用户中来。如果能参与进来，那么做的事就有保障了。因为如果说他这时候跟家人在一起，他的时间就可能会花在家庭和工作中，而没有放在群。所以我们在参与感设计时，如果让社群的活动也能够承载家人团聚和小伙伴一起工作，那么做这个社群就可以保证时间上的一种闭合。实现了时间的闭合，用户在社群里面的消费时间就会增长，你的活跃度自然而然就会带来增长。这是第一个关键点，叫时间的闭合。第二个关键点是冲突推动。我们一直强调，在一个社团里面要不断的有一些冲突性的活动，因为冲突从社会角度来讲的话，是能够塑造社群的边界的。人与人之间怎么才能呈现不同的身份感？其实就是靠冲突来实现。比如去年年初时，有一个非常火的事件是百度第八出征事件，这个其实就是90后参与的一次反台独事件。很多老一辈人说90后是没有希望的垮掉的一代，不具备爱国精神，其实不是这样的。去年那次百度贴吧事件宣告了90后非常具有爱国精神。爱国精神从哪里体现？其实是靠一次台独和反台独的冲突事件来塑造。假设在一个村子里面有赵、钱、孙、李四家人，区分出这四家人的厉害和身份归属，最快的方法就是打架。打一次架就会发现哪些是真正参与其中，谁维护谁的利益，就立马可以看出哪家姓赵、钱、孙、李。所以冲突是非常容易塑造社群边界的。做社群该怎么做？第一个原则就是通过冲突的方式做社群的边界，其实是为了塑造每个人的身份认同。第二个，现在社会虽然社会稳定指数非常高，大家在物质上虽然很丰盈了，但在精神上、情绪上有许多问题，我们会感觉到内心匮乏，这其实就代表认知的一种缺陷。还有就是现在有了朋友圈之后，有了这么多社交工具，社交却变得非常浅薄，交心的朋友越来越少，这就是当代人的一个痛点。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物质财富，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人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当代人普遍匮乏信仰，缺乏追求，对前路感到迷茫，这是当代人的缺点和痛点。冲突其实就是源自于痛点的挖掘。在运营社群时，需要通过这种痛点的挖掘来实现用户之间的一种交互。交互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在社群里面举办一次辩论会，一次 PK 活动，一次积分活动等等。这种交互方法在做社群时也非常实用，这是通过社群的冲突行为来塑造每一个用户的身体识别，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快乐牵引。古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说冲突本身是在创造一种分离的状态，那快乐牵引就是在统一大家的思想，然后形成一种合力。最好形成合力的方式就是让大家统一目标，统一价值观。怎么理解？就是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叫塑造饥渴感。当代人有很多痛点，该怎么解决这些痛点？其实很多痛点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不知道这个痛点背后代表的是什么。这个时候，作为社群的运营人员，就要把这种痛点通过塑造饥渴的方式，让他觉得我们需要的一点追求，有人生的方向和目标，而且要把一群人的目标统一在一起，其实就是通过塑造饥渴的方式，让每个人意识到大家的命运是共同的。第二步，要强化目标。我们在群里面不断告诉我们未来的愿景，我们的社群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这个社群待人接物。相互交流、平等、公平、诚信等等，这种核心的价值观要不断呈现出来，不断通过洗脑的方式，然后洗心。洗脑让用户放弃理性的思考，洗心让他从内心里面认同我们目标。只有整个社群的人统一在同一个认知和向往之上，社群才能够形成凝聚力。怎么去做强化目标的事情？除了社群的价值观、理想、愿景、目标、原则之外，要不断通过具体的手段或方法、方式刺激用户本身，形成对目标感、价值感的认同。正面的刺激包括哪些？一旦用户遵从了群规，做了符合社群价值观的事情，我们要及时给他奖励和荣誉，这种奖励和荣誉未必是物质的，可能是一个鼓掌、一次微笑、一次甜言蜜语，就是非常好的激励和塑造。关键要基于用户本身的痛点和内心的渴望，然后塑造饥渴状态，要通过重复塑造，然后统一到理想战线上去。统一到一个目标中，其实就是通过强化目标，重复用户本身的理想的状态，然后通过这种正面刺激的各种手段手法，让重复目标状态成为一种常态。第三个原则，快乐牵引，其实就是要升级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做组织活动的时候，不管原来做党组织或团中央，团组织，大家特别喜欢讲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虽然是说非常大而空的话，但其实它恰恰是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望，恰恰是这个事情本身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也应该像宗教、党组织一样运营我们的社群，让每个人在目标的驱使下实施正面行为，并给予正面刺激和及时奖励，这样就可以塑造出社群本身统一性和凝聚力。所以在运营一个社群时，要坚持这三大战略。社群五大要素之链接点。社群运营是有方法的，方法是很具体、可以量化的，而且可以流程化的。第一部分是社群的构成要素，社群由哪些东西构成？该怎么入手做一个社群？关于社群的构成，第一个构成要素叫社群的链接点，这个内容是很重要的，就是社群到底为什么而存在？社群的这些人到底为什么而聚在一起？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社群本身有五大功能要素，第一个是链接点，第二个是结构点，
第三个是价值点，第四是运营点，第五是扩张点。第一，社群的链接点，有哪些具体的链接点？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到底是因为哪些原因？有六个链接点。第一个是产品，不管是卖东西的社群，还是卖服务的社群，大家会因为一个具体的产品而聚在一起，就是非常喜欢产品带来的价值，而且能够享受到社群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带来的面对面的交互感，而且在社群的使用价值上，不仅仅得到了产品的一个功能，而是得到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甚至是面对面的服务。所以第一个链接点是产品，很多社群都是通过一个产品的具体使用而链接到一起，比如小米的米粉社群，还有果粉，喜欢用苹果的一些朋友也能够形成一个苹果会、果粉会等等。所以因为产品而聚在一起，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每一个产品形成一个链接点。产品层面其实有两种，第一种是有形的产品，第二种是无形的产品。有形的产品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一部手机、一辆车，我们看到很多车友会等等，其实车本身就成了一个产品的一个载体，一个链接点。那无形的其实就是服务。现在讲消费升级，其实不是说把有形的产品再功能升级，真正消费升级是在服务上的机会上的一种提炼、优化、再造。现在大量的消费升级的机会恰恰是在服务本身上。中国经过了过去二三十年的野蛮式的快速增长之后，服务一直没有匹配上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未来讲服务是绝对一个好的机会。这种服务包括很多，法律、社群营销、财务上的服务等等，还有具体的手艺的一种提高等等。无形的服务产品价值也是越来越高，而且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恰恰就是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像欧美发达国家，他们的服务业，也就是第三产业，是他们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主要靠农业和工业。所以讲到产业层面来看运营社群的时候，社群的构成之一就是产品的链接，更多的是在服务层面，因为只有服务才能形成粘性。一个赤裸裸的产品很难产生粘性，人们消费的功能是产品本身所带有的内容，具体的互动的东西，这种互动的东西或内容其实就是一种服务。所以我们做社群时，在选择链接点上尽可能选择服务类的链接点，只有服务才能形成高频次的互动和交流。第二个链接点的是行为，行为就是我有什么喜好，有什么兴趣。市面上有非常多因为行为而建立起来的社群，比如读书会、篮球群、吃喝玩乐群，这其实就是一种爱好、一种手艺、一种兴趣。大量的社群是因为这个行为，包括前两天看项目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社群，壁球。估计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壁球是什么，在中国只有10万用户，这是一个非常小众、贵族化运动聚起来的社群，它也是存在的，而且粘性非常高。所以做一个社群其实很简单，围绕爱好和兴趣，然后聚集一帮人一起玩，一起做线下活动，一起做出这种仪式感来，那这个社群就火了。第三个标签，
因为标签而聚集在一起的社群非常多，标签就是符号，这种符号是很容易被识别的。社群的标签其实是共同的符号，共同的特质，包括星座、明星、属相，甚至姓氏。因为星座、属相或喜欢某个明星聚在一起的社群非常多，各种各样的粉丝会、星座研究大会，研究的社群也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在做一个社群的时候，因为一个被大家所熟知的标签或共同符号而聚在一起也是非常可能的。第四个链接点叫空间，这个很容易理解，比如广东人在北京，这是一个典型基于地域空间而聚在一起的社群，其实就是老乡的感觉，因为同样的空间塑造了同样一群人，有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的一群人，所以他们即使到另外一个新的空间之后，他们空间带来的认同感依然是抹不掉的。所以在另一个新的空间里面，把原来固有的符号和价值观又重新塑造一遍。我们讲的老乡会就是典型的利用空间的方式链接在一起的一群人，而且这个粘性非常强。再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社区、一个小区内，我们这个小区也是基于空间而聚在一起的社群。房地产公司如果转型做互联网，想做社群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是把每个小区的这些人系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同一个社区。通过几个房子把人放在一起，其实是没有粘性的。房子本身只提供了一种空间的载体，或叫物质的载体，而真正让这种关系拉近，不能光靠房子，而且一定要靠关系、靠链接、靠内容、靠服务、靠社群里面做的各种活动，才能够建立起这种链接关系。尤其是主题类的活动，很容易把人链接在一起。所以，房地产公司如果想做社群，最好的方式建立业主委员会，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粘性。当然，这对房地产公司来讲也有一个不好，就是一旦这些业主搞在一起，将来可能对于他们做房子、做服务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这种苛刻要求一旦满足不了，可能就带来一些公共危机等各种事件。当然，这可能是对自己产品的不自信。如果真正对自己产品有自信的房地产公司，他完全可以接受通过社群链接的业主形成之后，然后提供建议和意见。第五点是情感。人无非有这么几种情感：爱情、亲情、友情、同学情等等。这些人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社群之后，情感上反映出来就是爱情、亲情、友情和同学情。对于社群来讲，典型的例子就是同学会，不管是小学、中学、大学，同学情是大量存在的，尤其是在商界。比如说这种商学院，北大、清华，基于大学生校友的关系所形成的商业价值、圈子人脉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在这样一个非常喜欢玩圈子的时代里面，同学情对于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影响非常之大。有了微信群之后，原来从不联系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就慢慢建立起了联系。这其实就反映出了现在社群的运营工具之后，社群之间的粘性、人和人的链接路径越来越短。这种情感其实就是背后促成的一个关键因素。有了科技之后，如果没有这种情感，依然点燃不了人和人之间的链接关系。只有有了这种情感，再加上互联网的手段和工具，才能够让这种关系变得紧密，而且频次越来越高。所以一定要珍惜人与人之间情感链接关系。
因为这种同学情、亲情、战友情等等，在未来某一个时间一定会帮助到你。只要好好的挖掘出每个朋友的价值，只要能够给每个人朋友创造出价值，那么这个朋友所赋予的社群上的支持和帮助将是无穷的。最后一点是价值观，讲价值观一定会涉及一个概念，三观。三观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观之间的关系和链接是什么？或者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到底指的是什么？世界观是人对世界、对事物，尤其是大自然的一种看法，就是我们所讲的唯心还是唯物等等。人生观就是对自己的人生的看法，我到底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人生观的三大问题。价值观是我对别人的看法，我对这件事情，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事情是怎么看的。所以，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人生观决定价值观。所以，与其说我们在找共同价值观，倒不如说我们在寻找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种价值观不仅仅靠寻找，还要主动的去吸引，是靠你对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所吸引到共同的一帮人所形成的东西，才叫价值观。所以，研究社群的研究，不仅仅是如何通过运营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说挣多少钱、有多大影响力。其实那只是表面结果，关键是通过玩社群，一定要玩出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人生哲学到底是什么，一定要把握这个层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层次，玩社群时很难把握住这么多的用户，因为用户本身是一种向心力，一旦向心的标杆或对象不具备哲学观的时候，就很难很长久的吸引力的。所以玩社群玩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意、一种情感，更是一种哲学。我们必须具备这样一种思维，才能够把社群玩好。所以特别强调价值观，我们要不断的独立思考，然后去塑造这个价值观，你就很能明白自己在什么位置。未来想创造出什么样的业绩？如果这个人生问题解决不了，是很难玩社群的，很难给别人创造价值，很难吸引到别人。总体来看，这是我们做社群的基础。我们到底拿什么来聚集这些人，把这些人紧紧地捆在一起，链接在一起？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社群五大要素之结构点，社群的各种要素之结构点，如何规划社群的结构点？社群其实就像电影一样，在电影里有不同角色、不同分工，社群也是。在社群里面，需要有人，还需要有载体，需要有剧本，这是社群里面的玩法和原则。还有社群资源、工具等等。社群运营的规则就像电影一样，也需要有一个具体的规则。如果没有规则，是没有办法完成一部电影的。对社群来讲，这也是很重要的。社群的结构点大概分成六类。第一个，关于社群的组织成员，可能很多人认识一个群主。一个社群师就可以管理一个社群，其实不是的。玩社群是非常复杂的事，因为它本身处理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人际关系最考验的是情商。情商就是对别人的态度、情绪、性格特征是否敏感，这恰恰是一辈子中最难的事情。想要做好一件事很容易，但想看透一个人，
却很难。所以玩社群对群主或社群师的最大要求就是会处理人际关系。在处理关系时，首先得处理好内部关系，才能够处理社群关系。内部关系怎么处理？首先清楚内部社群成员。社群成员分成这么几类。第一个，群主，要对群结果和目标负总责，这个角色非常重要。这个社群的调性到底是什么样？它是学习型、实干型还是生意型，就在于群主本身的身份。第二个是小秘书，小秘书其实就是在协助群主做一些事情的规划、发布等等，在群里面叫小秘书或小喇叭。第三个是意见领袖，一个社群如果想持久存在、享有价值，就必须有一些大咖坐镇，有一些意见领袖存在，就像一个电影需要有一个台柱子存在，所以社群也必须有领袖存在。第四个是意见领袖的助理，需要来辅助领袖，因为小秘书辅助群主，而意见领袖也比较忙，没有时间处理很多事情和一系列问题，所以意见领袖的助理就需要帮他做一些日程的规划、对接等等。第五个是活跃分子，我们在玩一个社群时，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天天在群里刷存在感，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在社群里面非常重要的种子用户或活跃分子。所以做一个群的时候，首先要找出一些活跃分子，让群里的热度和活跃度掀起来。第六个角色叫编辑。对于很多人来讲，原创文章特别苦恼，因为原创内容需要大量思考、总结，用好的语言组织、结构把它呈现出来。写作对一个人的挑战也是非常之大的。对用户社群运营来讲，一个非常捷径的方式就是在社群里面组织一些话题，发起话题或讨论，然后让一个人不断的输出，这样就可以出一篇非常好的文章了。所以内容呈现出来之后，希望有一个编辑做整理，然后发到新媒体、公众号等等进行传播，带来新的流量。最后一个组织成分是分化群主。一个好的群主、社群师，不断能够做好一个社群，还能发现社群里面具有社群运营能力的分群主、分社群师。一个人只懂得自己成功，而不能帮助别人成功，不能发现一些潜力的人，这样的人顶多是一个兵、一个主管，但不足以成为一个帅才、领袖。所以社群在运营时要想方设法挖掘有潜力的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社群才会裂变，影响才会扩大。第二个结构是交流平台。微信群不等于社群，它只是社群的一个载体、一个平台。第三个是加入原则，社群需要有门槛。如果一个社群什么人都可以进，那这个社群注定是一盘散沙，无法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一定要有进入社群的原则。比如我们在做群的时候，喜欢先把价值观体现出来，吸引大家加入。然后就是如果它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可以直接邀请进群。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鼓励社群用户，然后邀请他们好友进入我们的群。第四个是组织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什么？包括资源包、话题包，包括一些大咖的资料，包括一些媒体资源，这都是要组织好的。如果不组织好的话，运营时就非常乏力，
捉襟见肘。第五个是管理工具。管理工具很重要，比如社群里面经常有一些微课，微课有哪些直播软件？目前的微信群只能承载500人，有10个群，如何让这10个群同时产生直播？其实就需要有管理工具，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同步直播的小助手，还有就是客户、用户要怎么维护。要知道每个人的特点，利用简单的 Excel 把每个人的名单列出来，喜好、习惯、年龄、职业、有什么资源，通过这种方式统筹起来，这样会发现很多机会和商机。所以这种管理工具是要准备好的。最后一个运营的规则，每个群都有群规，就好比国家有宪法，公司有公司法、公司制度，家庭有家法、家规。其实做社群也需要一些规则，怎么拟定社群群规？社群群规一定要简单，因为社群本来就是松散的自主行为，如果非常严苛或复杂，是没有办法落实的。所以社群群规要简单，直接有效，这就是社群的结构点。社群五大要素之价值点。关于社群构成要素的价值点，在建立一个社群的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要建这个群，它能带来什么价值，这是运营社群最关键的部分。不管做生意也好，创业也好，最关键的就是产品，价值就是社群的产品。价值点非常重要，一个社群有没有用，关键在于如何给用户创造价值。如果没有价值，用户不会持久。这种价值包括很多种，人脉、赚钱的机会、存在感等等。如果提供不了的话，用户是不可能在社群浪费时间的。因为对一个人来讲，最贵重的就是时间资产，所以在运营社群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塑造价值，没有办法让用户交换他们的时间，那做社群是有难度的。从运营角度来讲，你的社群为什么没有回路？是因为无法给用户创造出更多让他愿意在这个社群里面耗费时间的价值，不但没有活跃度，甚至会退群。所以社群能否创造价值，这是非常关键的。社群价值的产生方式有哪些？无非是两种。第一种就是运营方自己主动产出，我们有自己的意见领袖，有核心人物，有 KOL Key Opinion Leader 关键意见领袖，通过 PGC 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 专业生产内容的方式带来的价值。这是第一种，就是自己做内容让用户享用，但这种方式成本很高，而且对做社群的人来讲，需要具备做内容做产出的能力，对小白是很难实现的。第二种方式是群成员本身的自我输出，用一个专业的互联网术语叫 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 用户原创内容的方式，就是让用户自己在群里面进行自我的发出内容来，然后给别人提供价值，别的成员也会跟我们成员之间产生同样的价值。这种方式其实就是通过社群的一种规则玩法，把 UGC 的每个人的力量发挥出来，实现价值同步。
社群的具体价值有哪些？比如玩一个群到底有哪些东西？有这么几类。第一种叫知识或干货。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女性社群，女生最关心的就是家庭关系、容貌、美食等等。还有就是女性比较感性，跟别人沟通总会带一种主观情绪，容易造出很多误解和误会，很多矛盾也是沟通不畅导致，所以这种沟通的干货是非常重要的。这要求运营者要围绕用户痛点提供这种知识干货，对其他社群也是如此。每个用户群的痛点需求点不一样，根据这个做出一套知识体系，然后不断输出这种干货，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类就是提供这种知识，通过直接输出的方式实现。还有一种方式是咨询答疑，一般在做社群的时候，更多的是除了微课知识干货的直接输出之外，我们更愿意在某个固定的时间点向专家咨询问诊那样，通过问答的方式直接解决用户需求。这种方式有两个好处。第一种，解决实际的问题。知识干货只是一个通常的东西，未必能解决核心问题。真正想解决用户问题的话，还是需要通过咨询答疑的方式。第二种好处是，这种方式更容易形成互动感。真正想一点一滴掌握某种技能的话，还是要靠咨询答疑的方式，甚至手把手的方式更容易实现。第三个是内容的价值点在于社群的产品。好多社群玩着玩着就突然成立了一个公司，做了一款产品、零食、酒，甚至每个人写两篇文章，100个人组成200篇文章，然后20万字出来就成了一本关于某个主题的书。这样的出版物在生活当中普遍存在，所以社群价值点除了知识干货之外，还包括社群的具体产品，而且这样的产品越来越多，给大家的帮助也越来越大。关键一点还在于自己产出、自己销售，创造的不单单是一个具体产品，而且通过本身设定的普通的通路的话，还可以实现产品销售，这是社群产品最好的玩法。第四个是社群的利益回报。我们知道这么多社群里面，最活跃的就是微商群，主要是因为微商里面有这样一个赚钱的激励机制以及赚钱的规则，它里面不但可以享受到产品的试用机会，还通过分销的方式得到利益的回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微商群玩着玩着就不上班了，因为微商带来的收入可能要高于他的工资，而且可以很稳定可持续带来收入，因此他会辞职，然后直接进入到社群里面，和社群保持一致，保持同步。所以微商类社群的活跃度非常之高，这让那些没有收入的或者收入非常低的一些女性、大学生、闲散人等进入社群一起赚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玩法。第五个价值点是社会活动。为什么很多社群经常举办一些活动？因为这种社群活动是一种非常好对外面世界的价值输出，这个很重要。建议做社群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固定的节日，比如双十一，社群也要形成这样一个节日。最后一个价值点是社群里面存在的达人。社群不但可以承载产品，还承载人。很多平时名不见经传的草根阶层，因为在社群里面长期活跃，
输送价值，渐渐成为这个社群的红人达人。这样一个达人就是社群里面的 IP， 也是以后不断发掘出来 IP 机会的好机会。每个人都要通过输出发现自我，给别人输出价值，刷存在感的方式，让自己成为社群里面的 IP， 这个时候才能享受到社群带来的价值和红利。这是关于社群的第三个构成要素，价值点。总结来看，价值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于社群价值的产出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社群运营本身向外输出，就是 PGC。 第二种通过机制的方式让每个群成员释放价值做产出，叫做 UGC。 在这样产出方式的前提下，用户在社群里面愿意得到的东西具体有这几个。第一个是知识干货，第二个是跟老师面对面，跟 KOL 领袖面对面，然后解决实际问题，个性化的问题。第三个是社群里面本身有产品，比如说酒、零食、出版物、好的硬件产品等。第四个是利益回报，在社群里面可以赚到钱，还可以享受到产品的试用机会。第五种是社群活动，可以通过社群活动的参与感，参与来刷存在感，得到社群体的承认。最后一种是社群达人，每个人通过自己的价值输出，都可以成为社群红人，这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未来 IP 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流量入口，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机会。要抓住机会，然后在社群里面不断地塑造自己的价值，让价值最大化呈现，社群就会抓住你的价值和标签，推你做社群代言人，然后不断帮社群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这就是社群的价值点。一个社群如果没有好的价值点，是很难抓住用户的时间的。我们一定要在社群运营过程中不断创造价值，帮助用户解决实际问题，让每个用户获得利益和个人的学习成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群的回度不断提升，保证社群成为一个用户依赖的社群。社群五大要素之运营点。社群第四个要素是运营点。社群的行为包括四种感觉，第一种叫仪式感，第二种叫参与感，第三种叫组织感，最后一种叫归属感。通过仪式的方式规范每个人的行为，然后让每个人参与到社群的运营活动中来，同时把参与过程流程化、组织化、标准化，最终让每个人在社群里面找到归属感，让一个社群变得有价值。这四种感觉该怎么运营？第一个，仪式感的问题，说宗教、政党、协会、家庭、公司等等都有一套自己的仪式，比如入佛之前要剃度，入佛之后要换行头，每天要不断的诵经，这就是仪式感的范畴。对一个党组织的成员也是，一旦入党之后，党员之间的称呼也会发生变化，这种称呼的变化其实也是仪式感的一部分。社群的仪式有哪些？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叫吉祥物，社群有代言人，这个代言人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我们暂且称呼其为吉祥物。看了这个吉祥物之后，就会想到社群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到底是哪个群，哪个社群的旗帜。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旗帜，看到旗子就会想到了组织本身，旗子本身是具有号召力的，尤其在战争年代的时候，看到旗子就等于分辨出了组织，这其实就是社群的旗帜作用，它是一个指向标。第三个叫社群的手势，
党员之间见面会握手，佛教徒之间见面会双手合十，基督教徒见面又是另外一种手势。这个手势其实就是一种通过人的四肢行为规范大脑、规范内心，通过外化的肢体语言触动他的内心、他的大脑，是这样的原理。还有就是社群里面的一种流行语，流行语很关键，很多公司都会有一些流行语，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标语，这些标语就是社群流行语。在做社群的时候，是不是有自己独特的流行语呢？这个必须想好。还有就是社群节目，所有成型组织都有自己的节目，无一例外。党有建党日，佛教有自己的节日等等。这种节日对社群持续性、活跃性具有非常大的帮助。比如，我个人参与了一个餐饮项目，它每个月一次靠谱节，全国100多家店同时做这种优惠、送礼包活动，其实就是利用节日的方式把这么多的店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势能。而且，节日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商业行为，比如双十一、跨年年会都是一种节日。通过这种节日的仪式感，让所有的社群人聚在一起，形成集体的自我认同，这是一种重要的仪式。最后一种仪式是入群仪式，进入一个群之前要想好流程，比如我们想入团、入党，都会进行一系列的流程，这个流程就是入群仪式。那么进群之前是否有一套流程？是否需要审核？是否需要有人举荐？是否需要写份作业？是否要表一下决心等等，这就是社群的仪式感。就算男女组建家庭这种社群，也会要举办隆重的结婚仪式。社群仪式对社群是必要元素。第二个，参与感。很多人抱怨社群现在的活跃度越来越低，越来越没有人关注。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社群的参与感低。社群本身的流程设计有问题。做一个社群的时候，有很多的促进参与的方式，比如对于会员群，第一种参与方式叫老师的答疑。我们在做一个社群，在里面做分享的时候，尽可能多加入一些参与的环境。老师做咨询答疑，解决实在的个性化问题，这个对于提高社群的活跃度是有很大帮助的。第二点，比如社群在网上做访谈，因为晚上睡觉之前，每个人都会变得非常安静，此时是思想最集中、精神最放松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容易聊到一个人的心坎里。很多人聊着聊着，可能聊得睡不着，都是有可能的。第三种是红包接龙。微信非常大的发明就是发明了红包，因为红包非常容易链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发，一群人抢，这种愉悦感链接点是非常明显的。发红包本身需要很强技巧，如果技巧运用不好，很难把发红包发出高质量的。往往很多人自认为有钱土豪，然后一丢200块红包，其实抢完之后，大家仅仅是谢谢老板，恭喜发财，再也没有下一句话了。假设发红包的时候，虽然只有20块钱，但是你加入一个指令，就可以凡是让抢到红包的人自觉按照你的指令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就可以把群的活跃度提升起来，这是非常有效、非常好玩的。还有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在社群里面也会经常玩一些类似的游戏。这个游戏对于提高群众活跃度，让每个人说自己内心话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一个方式是达人分享，请一些明星大咖在群里做分享。其实分享只是第一步，最关键的一步是分享之前要做好预热，把大咖要讲的价值点、讲的内容给各位带来实际问题解决，要量化出来，这点很关键。所以找一些有争议的人。在分享之前做好预热，在讲的过程中多做一些参与感的设计，对于社群的分享也好，参与感的提升也好，都是有极大的帮助。还有一种提高参与感方式，就是多做一些线下的见面会。线下活动对于提升社群的参与感
有极大的帮助。当线下活动做得非常紧密的时候，线上活动自然而然参与感就起来了。建议做线下活动的时候，不要一手操办，要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因为每个成员都有义务和责任参与到社群里面来。当每个人都参与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本身这一套流程就是一个很好的参与方式，就是很好的一次干货分享。这样的一种方式对于真正提升社群的参与感有极大的帮助。第三个是社群的组织感。是什么意思？就是每做一次活动，流程化的东西必须有。在做一个社群的时候，没有章法，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会发现，一旦社群运营出现问题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一个问题，就是责任不在于我，而是在于大环境出了问题，红利过去了。其实这个跟红利有很大关系，而且处一个社会安定指数非常高的时候，运营是有难度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的。但是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去找原因，就是目前做社群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不科学。我们做社群就是要把社群本身当做产品来做，一定要正规起来，结合我们做社群事前、事中、事后有一套标准流程。第二就是组织层面，流程之后有没有分工，有没有时间节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分工就是谁在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完成，奖惩是什么，这个也非常关键，这是一套完整的组织感做法。最后一个是归属感，当把仪式感、参与感、组织感运营出来之后，归属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做归属感最好的方式就是内部外部的一些活动，线上和线下的活动，多种活动，活动不断增加，每个人的关系链接变得越来越紧密。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一旦达到临界点，临界点就是有了信任感。一旦有了信任感之后，通过长期合作和信任之后，就会形成一个整体，归属感是自然而然的形成。这个就是社群构成的第四个要素，叫社群的运营点。社群五大要素之扩张点，社群构成的最后一个要素是扩张点。前面讲了社群的四个要素，第一个是社群有什么连接起来，第二个是社群结构，第三个是社群的价值点，第四个是社群的运营点。一旦通过前面四个点把一个社群构建起来之后，就会发现仅仅靠一个群是没有办法把社群放大的。如何把社群做得有质量，做成规模化呢？需要把扩张点做好。要把一个社群的扩张点做好，要注意三点。第一是核心群的打造，第二是社群亚文化的打造，第三是如何做一个多中心的事情。第一个，社核心群好比一个根据地，出发前要有一个根据地，根据地做得好坏决定了后面其他社群的后劲，主要干三件事情。第一个，培养出多个中心，好比做群的时候想把你的社群扩张到全国各地，从北京扩张到上海、深圳、广东等等，能否把这些根据地站好，决定了有多少社群的分群群主，而且这些分群的群主的能力如何，决定了社群本身能否扩展。第二个，特别强调的就是社群本身在核心群里面流程是否规范了，是否已经检测试的非常好，如果没有这套流程的话，是没有办法去攻城略地的。而且这样一个规范化的流程，对于分群的群主来讲，是打仗的一套方法和策略，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是社群里面做文化积累，社群是一些松散的个体组成的在一起，仅仅靠群规法则是很难把一个社群团结在一起，还是要靠文化。就像做一家公司一样，公司的制度、流程、法规、公司法、公司合同
是很难把公司每个员工的价值发挥到极致，因为人是有惰性的，本身有很多人性的弱点，想要把弱点克服掉，靠的就是团队的企业文化是否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决定组织能否把这么多的流程规范、规则很好的贯彻下去。仅仅靠激励制度是不够的，必须在激励制度之上加入企业文化。做社群也是，仅仅靠流程制度远远不够，靠的是社群本身的文化。社群文化是每个成员和群主之间的默契。我们做出一个行为规范，就知道下一步预示着什么，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做这种文化的积累，这种文化积累就是社群的仪式感，比如社群的体制、节日、手势、流行语等等，一点一滴都是文化。文化的能量对于提高社群组织参与的效率也有很大帮助，这就是核心群的主要作用。关于社群的亚文化，为什么流行社群？现在人群的喜好是各种各样的，每个喜好都可能形成一个小群体、小圈子，每个小群体、小圈子就是亚文化的一个载体。这个亚文化怎么理解？我们认为有四点。第一个是价值观，就是对事情的看法。比如说一个营销群，我们对营销的看法是否一致？是否重视新媒体的营销？是否重视事件营销？是否重视案例式营销等等？关于营销价值观认同上必须一致，这一点如果达不成一致，对于后面做社群的活动会带来很大的隐患。第二个是对于产品的态度，对我们的企业做企业也有很大的帮助。现在的消费升级卖的不仅仅是产品的功能属性，还有精神属性，还有产品带来蕴含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个很关键。我们所有的社群成员都要具备产品经理人的意识，要对产品的功能和精神属性、物理属性和服务属性充分了解。现在帮企业运营社群时，假设对企业的产品不了解、不熟悉，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不认同、不了解的话，是很难在社群里面做产品的转化。所以，运营社群仅仅靠一套方法和理论和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懂商业环境中产品的价值主张，而且这一点对于转化尤为重要。所以以后在运营社群时，必须对产品所有的卖点耳熟能详、出口成章，这样才能真正的带来价值和信任。做社群不仅要懂套路，更要懂得产品，甚至要比营销员更加了解企业产品，甚至比用户更加清楚用户的需求点，而且能够用流程语言表达，这是产品态度。第三个是仪式感，仪式感是社群的流行语，社群的文化各个层面，入群仪式等等，这些仪式感从头到尾应该对于社群这套玩法是非常熟悉才行。最后一个是社群的群规，也叫做社群的规则，家有家法，群有群规。做群规时，一定要秉持着简单、有效、可执行，不断用群规范来规范群行为，让每个用户知道社群群规，每个人都形成一种意识，这就是社群的亚文化。所以，亚文化实在的东西是实在的东西，是可以操作的，是可以执行的。最后一点要靠多中心，靠每个社群分群的群主，是否已经储备了这么多的群主，决定了社群能否扩大。我们做线下生意，特别是连锁店生意，甚至开了多少家连锁店，不取决于手里有多少钱、产品多好，而取决于手上有多少个合格的连锁店店长。这也是为什么大的企业招聘的时候，特别是校园招聘，强调把一些人当做储备干部来培养，目的就是开拓一些新的市场之前，把人才准备好。我们这种商业的玩法，
这套规范的流程，整个匹配的系统是很完备的。但把这些好的系统资源产品投放到市场当中去，要靠储备干部去开拓和维护。所以储备干部资源的多寡决定了开店的数量和速度。同样道理，做一个社群也是如此，能否把一个核心群变成很多分群，从中心的一个社群拓展到广东、深圳，拓展到各个二级、三级市场当中，完全取决于手上有没有培养出非常好的分群群主。关于好的分群群主应该怎样去理解，如何做好一个分群群主，第一，首先要发现这些人，认同社群的价值观，而且愿意跟你一起冲的人。第二个，是看这些人仅仅有意愿还不够，还必须具备能力，尤其是资源整合能力，还有情商。社群玩的好坏，取决于社群的人是不是具备很好的处理社群成员之间的关系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情商。第三个就是知识，有这个意愿想做好，第二个有这个能力把群做好，但第三个要看这个人是不是能说到做到，把流程落实到每个细节当中，这样一个落地执行能力决定了社群的群主或分群的群主能否做到扩大最大化。所以在做分群时，要不断把每个地方每个群的运营情况做一个 PK， 这其实就是突出每个群分群的群主，通过 PK 的机制不断往前走。所以说一个社群扩张取决于中心的储备量，这是关于一个社群的最后一个要素，扩张点。